大家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出了一个新角色，叫做我们的风石。来，老爹已经先抽一些了，乌鲁基欧拉先合出来啊，然后我们的风石直接合成，帅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三星风石蓝银圣灵，四星风石没问题，直上五星。好，然后这只角色其实我完全没看过他的技能，哎，来看一下吧。技能好战，每次攻击伤害提升最多叠加三成，这个感觉死亡时回复风死400怒气，哎，这个感觉跟庆染一样，哎。本次技能暴击率提升 30%， 降低目标伤害率。OK， 感觉这一只是不错的角色，哎，哦，青龙角，好嘞，一样把它招募招起来，活动招募，来，我们再抽个200抽吧。20抽，30抽，40抽，搭配我们的魂玉消费回馈，直接抽爆，50抽了。好，这位60抽，这个万能碎片我们尽量少用一点。70抽，这次要不要七星啊？80抽了，还是我们先上六星啊？我等一下看一下。90抽，好，100抽，100抽有50个碎片，我们继续。万能碎片我现在有多少？我记得有700多片吧。120抽，130抽了，140抽，最后60抽，150，六车全息。啊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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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有40抽，30抽。好，20抽，最后10抽了，没问题。100片，然后累积奖励，直接开礼。来，角色。我们的风石直接升级到，先升级到62级好了。这个升级怎么那么慢呢？然后身心碎片兑换，
直上六星，要不要上七星啊？看技能先拉上来，心脉解锁。哦，所有羁绊启用。我看一下哦，如果练到七星，他生命再加5%。练到七星，攻击再加5%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哇，这次我只有六星哎。好了，直上七星，好，直上七星 ，Go， 七星封死，来人圣灵，界限突破，然后战魂。哇，应该有送这个材料吧？来，我们看一下，送很多金币哦，经验哦。七星，怎么没有升？怎么没有送那个直接升到什么采集的那个东西啊？没送那个、哦。好妖麻烦啊，都送这个经验的，没有送那个什么七星直接升到采集的那个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、哎、欸欸、这个是他送的吗？靠腰哇，那有这个、好了，不管了，应该是吧，应该他送的吧，是不是系统送的、啊、还是里面的奖励本来就有啊？干啊，没关系，反正领起来就对了。有一个攻击的在这边 OK GO， 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口气把它升品。来，一键升品，黄色啦，再来。角色等级不足，直接升起来。他的数值不知道高不高哦，直接给他灌到99级啦。我对他抱有相当大的期望哦。既然是一只攻击角哦，既然是一只攻击角，应该很强吧？我还没看过这只角色的技能呢。好，其他的就要靠体力来买了。觉醒，直接一键解锁。好，然后战魂解封，要15个碎片。完，怎么办？真心15个碎片，13片。OK， 那至于他要装什么战魂哦，老爹我再研究一下，因为这个角色我还不是很理解哦。等老爹理解一点的时候，我再来用哦。啊，我看这边增加所有角色攻击力。好，直升五星，没问题。技能灌满，哦，一键强化，哇，直接升到这边嘞，这个踩六了。好，升星，再升星，没问题。然后这边都给他觉醒起来，觉醒差多少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反正先觉醒再说。
好嘞，这样应该差不多了，我们来试试看。竞技场，我们来玩玩看这只角色有多强哦。青龙角嘛，对不对？他在哪里啊？练度还不高，看一下伤害如何，表现如何，化解一个回怒，再来千年一物六八一三都先要好，没问题。啊，封死只打一只哦，他只打一只哦，靠腰，这只难道是单挑脚吗？他只打一只哎，有点失望。不过老爹还是研究一下看看好了，我会把他练到最强。好，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靠腰。